今天是你的吗？你是不是误会？红尘里，那谋杀你的人是你杀的吗？我也不想。美梦有几多方向？找痴痴梦幻中心爱，路随人往往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干的。人生是，怎么在你这儿？这句话是我爹在一年前请人画的。梦里，今年过两节。时间在市集把画着，画里面的人就是我，我从过去看见你就像看见我一样。好像我们不会再见面。我已经写给你一首。风不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。小倩。听到情人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水是又深又冷啊！怎么你的手比我的手还冷啊？你会比我一点。小姐，您这个人说话习惯，是不是？